村美歌剧团推出《金探子》这出戏，造型千变万化的小生郭村美，化身真有名的侦探，带热情佮美丽苏梅四界办案，去到凤凰村，面对已经真侪年的离奇命案，关键人物却是一个失智的老人，因要安怎找出失落的真相？报道大舞台，《金探子》。